燕燕是特别注意身材啊，她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不舒服，看个中医啊什么的，特别仙儿的那一种。韩哥还给我介绍中医馆，然后送我很多泡脚的那个水，泡脚的那个水，不是泡脚水。You what? 我去跟江一燕送泡脚水。哇，这个礼物好特别。是燕燕到湖南来拍戏，这边湿气比较重，我就从这边的医馆弄了很多泡脚的那些方子，就送到她在城市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感情非常非常好，特别的有爱。哎呀，